好啦，而且以上们 ，Hello， 安安的各位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赛马娘的，他换剧本了嘛，所以我们来抽这个数字，还有有人卡，他叫明亮观音这个卡池。那我先报告一下我们之前的抽卡的状况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按那个右上角或者是简介什么的留言什么的，就去看我们之前的抽卡。之前小号已经抽到了一锦200抽，抽到了六张数字变盘子了，我是盘盘七，然后一张的有人卡，这个是保底出的。然后主号呢就接着抽了两锦400抽，就抽到了四张有人卡，就是三秃了，还有两张数字，还有两张就是保底还没有领出来的，所以就大概还差一点点吧。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希望免费十连能够出。那今天是那个免费十连的第二天了，所以我们总共会有五次的免费十连，我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再补抽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吧，今天的免费十连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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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希望直接能补。小号要补有人卡，主号要补，完蛋，笑死了，我看到空的，哎呦好可怜哦，怎么会这样，那要怎么补了，完蛋了呢，我的数字，我的有人卡，这怎么办呢，会跳吗，其实他蛮会跳的，那我们之前抽卡的时候经常在跳，但好像没有了，哎，这再来一次，没有吗，可恶，拜托了啦，零，好吧，这边也是零，还有每一天的都不要放过，50石头，反正抽了就有希望，来吧，可恶，给我一张啊，海的，啊，好了，下去，好的，今天是那个免费十连的第二天，然后左边是主号，右边是小号，反正两边都要各一张卡就对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， OK， 进，有有有 Let's go， 来吧我的彩色，来吧我的数字，我的，哇不是吧，等一下小号怎么了，超白的耶，哦完蛋了，主号感觉蛮多金色，希望会跳，拜托拜托，小号也跳一下，哎呀不会吧，我特地留了50抽，然后完全一张都没有吗，这么惨的吗，不要啦，跳一下，好哦，单抽玄学来吧， go go， 彩色彩色彩色，我们明天见，今天的免费十连，今天应该是第三天，五号小号准备好出发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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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有吗，我的彩券好久没有看过了，没有，好吧，我想说呢，那个偶像杯嘛，偶像杯我练，我借五次然后练五次，那个圆弧四剑没有跑完，都没有跑完，我想说没有跳那个中 S 就算了，然后我那个圆弧哦，还有树脂哦，还有那个小北哦，真的是太绝了，我以为巅峰杯之后我就很棒，结果没有，谢谢各位，我还是跑不完四件，笑死，哦好哦，好烂，谢谢各位， OK， 那我们这里免费抽啊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免费的，这个是付费的，单抽 go go， 反正也不会有，随便的，OK， 下去马的快抽一下吧，顺便反正每天都会抽一下，有时候有没有就没有，也是随缘就好了， OK， 不是理事长，感觉是记得好卡哦，卡成这样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好哦，还有小林嘛，小林抽到的话也不错，来来来，单抽单抽，拜托了，我最近怎么那么飞，可以给我看看那个彩色的东西吗，哎 Paper Star 有机会跳吗，啊跳了，小林，我就知道，算了吧，
就算单抽出彩也没什么用啊，没屁用，谢谢各位，歪了。今天来到了第四天，应该是免费食盐，我们就准备好了，希望今天可以看到彩色。快要完结了，我快不行了，扛不住了，救我，数字救我啊！ Hello， 他应该叫 Hello 吧，对不对？那个明亮，来吧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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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拜托，踩一下，有吗？哦，我小号怎么了？也太飞了吧！救命啊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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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记了 ，Help me, save me, please. No， 要结束了，各位，悲惨的死去。我好像昨天有抽到彩色的三星马吧，只是又很残忍。没有，又是雷安啊！我要死了，还有小林吧。真的是最后了，好的，来吧，要下去了吗？OK， 看起来是没有哦。好的，下去，雷恩，谢谢。主号的这个是，希望有吧。主号比较需要的是数值还在一突，能抽到的话就可以省一个。彩色的突破石头，拜托！啊，没有开声音，好吧，应该也没差了。零，好哦，来到最后一天的免费食盐哦。啊，不是，不是最后一天，它是这个卡池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。究竟拿不拿得到呢？不知道，希望有啦，起码主号给个数字吧。好可怜哦，完全没有踩过。最后啦，拜托，主号、小号准备好了 ，Go Go Go Go！ 拜托拜托，当个人吧，踩一下，拜托您呢、啊？哦，看起来是没有了啦，要吗？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之前不是很欧洲的吗？难道欧洲还是要看时间的吗？我最近都是在那个早上七点的时候抽卡，都完全没有抽到。之前单抽的时候，在凌晨五点的时候就蛮欧的。哎，来吧，数字，拜托了 ，yes yes， 各位，数字满了，哎呀，开心，应该满了吧。这个是主号对吧？对对对，然后我还有两个保底没有换，啊，舒服了，没有问题，谢谢，成功了，这个影片可以发了，笑死，我本来以为要没了，我录了五天嘛，然后好像没有出货耶，感觉要完蛋了啊，幸好又活了呢，各位，你看459号，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把它换掉，这个记记子的。有吗？记了记了，没有。我想看到单抽出理事长了，应该很爽吧？哎哎，跳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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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了 ！Yes！ 我是欧洲人，20241月1号，欧欧七，再见了，飞飞机，下去吧，送走，谢谢各位。记了记了，好开心哦！哇，今天怎么了？开连了吗？截个图。哎呀，我以为抽到数字已经很不错了，隔壁就是数字，笑死哦！哦，想不到，太棒了吧！虽然我们好像小号完全共估，主号就只有一张数字，但起码数字现在能满。我可能会等到快要15号的时候再换，因为我每天还是会。再去抽一下
可能单抽也捞得到也说不定，所以希望我到时候不要忘记换就好了，不然的话那460就、完蛋了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好哦，那希望各位也是好运的，然后新年快乐，2024年也是要欧气满满哦，那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